知道，所以很多事情就是文贵先生没说的很多东西啊，包括 Miles 鱼，2年前他就跟我说了，他说我们最大的支持那个，就川普总统身边的这个 Miles 鱼，他就跟我说，但是他说你千万不要说啊，你千万不要说啊，之前说的，因为要保护别人啊，因为这里他说这个，这里面很多啊，这个别忘了 Miles 鱼是来自海军的啊，海军的，他是海军学院的。那班农先生也是海军的，是不是？大家知道来自，所以这个重磅的法案，纳瓦罗那就不用说了。那次他们在白宫的啊这个游行，是不是？纳瓦罗第二天就说："哎，你看白宫外面，我看到了这个游行，是不是？"这一句话你就知道这是啥意思。很多事情作为政治人物，他不可能说的这么细，直接那个啊。直接说出来，给你那个一般啊，他都不值钱，明白不啊？懂吧？你越是有很多啊，这个在这方面做很多事，他越不会。你像朱利安尼什么时候啊，跟川普总统啊站在一起合影啊，或者天天那个没有过。然后你发现没有？但是朱利对，安尼发是现了。公认川普总统最大的支持者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？